来啦，赌了啦。有虚弱的生物造成障。完了，完了。好想逃哦！我真的好想逃哦。有虚弱啦，他，攻击攻击结束，上上场，不过五点隔挡。上上场是玩什么？哦，你是说我那个锤子锤下来那个吗？这个是玩格挡就好了啊，拼命格挡就赢了啊。我们就是这样子玩的，是吗？集中是什么？当前每一名敌人生成一个冰霜充能球。我喜欢玩这个，我喜欢，我不喜欢你。有隔挡啊！这是特技啊，没挡你。金色的从三张随机转到这样，该排在不会消灭。好吧，乱买。又有问号来，不对，等一下打 boss 吗？不好意思，我已经够衰小了。嗨，你好，金属化。这是干嘛的啊？然后嘞？你啊，他生气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你是不是想认真跟我打啦？我告诉你，本场战斗。不能靠充能球打啦，我好弱哦。我知道，我刚刚只是想玩问号，我错了，可以吗？人都要有后悔过，激发。
没事。哇哦，你看是不是选右边才有这个东西？电浆冲就。我只是好奇按下去了啦，还好不会死，还好不会死。好啊，好运还没跑。我要看集中，集中干嘛的？嘿，然后嘞？集中嘞？咦？集中文豪，你慢慢来，我差不多还有三十分钟才到家。你是暗示什么吗？文豪，我来了。爱真，来不写了，乱玩。嗨，你好，死亡石给你两回合一伤，哇哦！哎，等一下他是直接弄完哦。哇！那个叉叉不得了，该劈的死吧？欸，不是这个，然后劈下来。啊，他不会劈哦！哇，我要你何用？哇哦！等下点也要水了，眼睛又在痒了，不是痒了啦，眼睛又开始有怪怪的东西了。我的充能球嘞，那这可以用吗？哦，哇，来，美丽的女孩，虽然我是大妈的不宅，但我爱吃东洋，喝喝椰奶。我很愉快，音乐会约你出来。卡不卡？你是什么卡？我要死掉啦！
啊，没关系啊，晚点我再来爬文看怎么玩这款游戏。明天又看到我可以一直爬下去了，吧。我蛮常看到人都用这一支的啦，每次看台看一看都看到这个。好奇，如果能量没了，那个 X 可不可以用？哈哈。我好想要这个、喔，这怎么可能打赢 BOSS 啊？打赢我，等一下直播开视讯。啊，如果有人想看的话。前提是我要能办法有办法活到打 BOSS 啊！你看，这样就少了两颗星了。不是我不想赢啊，是我觉得我会输啊。我保住了，我保住了。让我想到我们那天在玩 UNO， 获得五点格挡。啊！哦，搞不好是，欸、也不是，白痴，白痴。六七耶，怎么刚好啊？这又是干嘛啦？那叉刺是啥回啦？很让人好奇耶。哎呦，你怎么长得那么像小鱼啊？小鱼怎么那么像你啊？哦，哎呦，按错了，电击产生一个能量球。什么啊？这只是先看而已哦，傻眼。获得七点格挡，拥有一个能量球造成三个伤害。哦，这样子吗？哎，过分哦。哦，你是说像这样能量吗？然后再放这个出来是不是？啊，没有。我是不是听到他说他会分裂啊？哇！哇！
这 P 下我是实力血嘞！哇，看来开视讯是无望喽。有没有感受到我很想开视讯吧？但是他好像不是怎么想让我开啦，所以我是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啦。隔挡攻击，攻击确认。哎呀，好想开视讯啊，怎么会这样子？哎呀，怎么就这样子视讯坏掉了呢？哎呀，又死掉了啦！哎，小鱼，我刚刚第一次玩直接过第一关欸，用这只第一次玩直接爬到底欸，没有第一层啊，还来。为什么这样？失去八点最大生命值，获得两张五色牌。失去这个吗？所领遗物是什么？看一下，星星，精英欸，好吧，我们往精英的啦，看一下哦、喔。那就是走中间，什么我这八七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你都选第一第二个？你是说那个吗？金鱼的吗？啊，就选选看呗、欸！哎、欸，奇怪哎、欸，没玩过的游戏就你们在那边，不要做傻事，要做一下傻事啊！做人就是要有后悔啊，才会唱《就回到过去》，试着抱你在怀里，不然就是。默默站在你守候的我，我默默站。什么？获得哦，写轮眼啊！这个好，这个好。我默默站在。守候的我，哎、欸，出来了是不是？是不是？8.1伤不够，6.8点，我就静静看着你装逼，怎
怎么还有啊？哦，复制对手一张词牌到棋牌堆。嗯，再来是要走这里。哎呀，不要！拾起时选择一张技能牌，每场开始这张牌就会出现在你手中。Go！ 闪亮登场！我要这张。然后我这里二四休息不划算，我就静静看着你装逼。哎，注意哦，要来打喽！对不起。